我们来这里为的就是给你我们过去没有的机会，别忘了。专心专心，你要专心，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。玩乐都是大学以后的事情，只有做到最好才能出类拔萃。千万别让他们跟你说不可以。这么平庸你怎么出人头地？你奶奶的遗愿就是要你进哈佛。难道你让你奶奶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息吗？